露露，我问一下你啊，项链呢？怎么了？我项链不见了。刚才不是在包里吗？对啊，项链呢？啊？你是不是掉哪去了？我是空的。我不知道。啊？我没有啊。我迟到了。 经理，哎，服务员，把你们经理叫过来，快点！不好意思，关门，所有人不得出入。干嘛？你喊什么呢？关门！我找项链啊！哎，对不起，女士，这儿发生什么事了？我项链不见了，我刚刚拿出来给你看过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去洗手间了，去洗手间之前，我把包交给你了，然后从洗手间出来之后，你把包还给我。 我要坐在这儿打开包，项链它就不见了。别乱说啊！你肯定是掉哪儿了。我没有乱讲，我说的是实话。女士，您别急，我能不急吗？那项链很贵的，还有多好多万呢。是，我知道。这样，您呢丢失的物品数额巨大，我马上报警。别报什么警啊！你自己是不是掉哪儿了？找找看看，你报警呢？我没有报警是对的。这样，咱们先去我办公室等警察来。 好，去走。报什么警？事闹这么大，要报警自己去，我走了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侯爵。要是别的东西丢了就算了，那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太宝贵了。而且你一走，他肯定跟着你一起走了。他现在是最大的嫌疑人，他不能走。方宇，我警告你，你没有证据当众指责我，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哎，各位，这样，咱们呢还是先去我办公室等。 好吧，也不要打扰别的客人用餐，行吗？来这边请，走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啊，我们会。